此后，最具有控制能力的一条雌鱼将会转变为雄性，继续主导鱼群。之所以被称为鹦鹉鱼，是因为这种鱼类的牙齿类似鸟喙，以及游动式的鱼鳍，就像鸟儿的翅膀在飞行一样。为了取食其喜爱的附生藻类，鹦鹉鱼经常成群结队巡游珊瑚礁区，将长有藻类的死珊瑚枝咬断、磨碎并吞下。将藻类消化后排出已成粉沙状的珊瑚汁。鹦鹉鱼是珊瑚礁区生态系统中细珊瑚沙最重要的制造者。